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一个月前因病向选民告假，在休养过后，最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，恢复她18年来身为立委的日常。今年55岁的她保养得宜，岁月似乎完全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，堪称立法院的冻龄美女。原名高素梅的她是泰雅族，族名是吉瓦萨阿里，也是因为原住民血统，让她的美貌和歌艺都相当突出。1984年，她从游戏节目中出道，曾经出过唱片，也出演过多部电影和戏剧，是名副其实的影视歌37艺人。2002年，她从演艺圈转战政坛，也因为参选原住民立委而从母姓改为高金素梅。从她第一次参选就当选开始，将近20年过去，她已经蝉联6届立委，在原住民选区几乎无人能敌。但他能有这样的好成绩，是因为即使是选区交通不便，甚至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，他也从不抱怨的和当地住民一起活动，也因此树立他难以撼动的原住民大姐大的形象。郑荣兴台北报道。